归宿就是安哲，能否经到受造之物的本分而衡量地，不是按贡献的大小而衡量地，是按着他们原有的追求而定地，并不是按做工的多少或人对他们的评价而定的。所以说追求主动性受造之物的本分是成功的路，追求真实的爱神的路是最正确的路，追求变化救星纯洁的爱神，这是成功的路，这是成功的路。成功的路就是恢复受造之物原有的本分原有的模样的路，就是恢复受造之物原有的本分原有的模样的路，是恢复的路，也是神从始到终做的全部工作的宗旨。若是人的追求中还缠有个人的奢侈要求，与人不合理的盼望，大道的果效并不能使心情有变化，这就与恢复的工作相打岔，无疑不是圣灵做的工作，那就证明这样的追求并不是神所程序的追求，并不是神所程序的追求，不是神所程序的追求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不是神所程序的追求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